所以你现在是来做冰淇淋，对不对？冰淇淋对，跟面糊，然后它是做双起的浆。我要洗黑豆，那黑豆我量要洗多少？洗半桶。它明天的量要抓多少？保守是60，但 U 比所以80。所以我大概各抓50杯的量，就是摩卡50，然后香蕉50这样。但冰淇淋只有摩卡用吗？对。好。哎，我随便打。好好喝哦、喔，香蕉香，对啊，椰子味耶，有椰子味，椰子丝在上面，有口感，是啊，甜才，你说香蕉啊，甜度也刚刚好，是不错，好喝，如果加冰淇淋，味道会更丰富啊，所以你也要冰淇淋吗？这个香草冰淇淋我想要，那如果你要，我就多做一点，好。布置耶诞节嘞！真的哇，圣诞树！哎，他连出餐口这里都有啊，你看。有布置哦。我希望今天可以悠悠闲闲的，不要每次都十二唱。今天穿这个。好。耶，Thank you。哎，有花生糖哎。对呀。我今天要来刨成那个卷饼里面的，哇哇，真的变冰淇淋嘞！我看看，你试试看。哎哎，可是你有带那个吗？把布哦，在那个把布挖的那个，有在那个柜子里有一个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冰淇淋可以自己做哦。哇塞，真材实料，真的，而且我们里面太浓郁了吧？里面是加一整条的香草，哎，这太浓郁了，真的。但你会不会觉得奶油太重？有一点，你这感觉有点像那种我们那种北海道他们那个特别的那种重乳味。真会讲话，但我下次如果单吃，我要调淡一点。莎，你给我这件会不会太小件？这已经紧绷了呢。你会觉得自己长太高吗？嗯，洗个碗还要低头。当我在从事一些矮子乐的状况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我长太高。比如说开赛车的时候，哎，真的你那么长哎，而且你是不是常常我们跟你讲话你都听不到？其实是你耳朵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重听受伤，因为你都玩赛车跟那个赛车跟冲浪，我觉得冲浪也会，冲浪会导致耳朵。所以你不是故意不听别人说话，是你耳朵有点坏掉。对 ，OK， 谢谢你帮我说出这个命令。但有时候我们很近距离这样子，耗很久你才会听到哎。所以我还是选择性的不听。其实鬼鬼不在，是不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？不是鬼鬼不在而已，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在都总是哦，对，少了点什么。哎，你很会讲话哎。上班哦。我听到鬼鬼的声音，听到嘿嘿狗了哦。来，皮绷紧一点，店长要来骂人。哇，有圣诞树哎！哎 ，Merry Christmas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. 来看一下任务卡吧。嗨，伙伴们，财神那里温馨的耶诞 party 来喽！今天你中文是不好，是不会念是？没有，我在想，今天将有参与进摊，可爱的民众们带着捡拾的垃圾来交换礼物。
换得美味餐点，赶快为他们准备吧。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食物跟他们交换垃圾。他们用他们的垃圾跟我们交换食物。我们交换垃圾干嘛？难怪刚刚有人拿了这个来，什么？梯次表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们好。哎，我是那个今天要带进餐，哎，没有，这个是调查局的。我以为你们是那个，我们要被带走了。我以为你们是建管处的，还是我们好垦丁公园管理处的？气势太凶悍了，是不是？米娅，米娅，我们是今天要带进餐的老师，我们叫瓦拉米环境探索工作室。瓦拉米，哎，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带着民众来做进餐，这个是他们今天的人数，那我们会分两梯次。然后再清完之后再带过来这边用餐，所以你们大概几点会过来这边？大概是12:30左右。好，多少人？58是不是？58，他们是全部外带吗？是七，对，就今天里面不用，他们可以在外面，所以就是喝，他们带了环保杯那种，所以他们就在这里这样，对，这里都可以用，这里面都不用，对，这边里面都是备料区，然后我们就在外面，反正等下员工餐吃完之后就可以开始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啊？我们要做，他是做香肠炒饭跟那个麻油鸡炖饭。对，然后跟那个有那个吗？培根器，上次我吃那个好吃那个，对不对？做几个啊？就两个饮料而已，一个香蕉奶昔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漂浮摩卡。嗯，哎，店长，今天的小帮手来了吗？今天会有小帮手。Aloha！ 哎，哇，我们的小帮手，男手，哇，好帅哦！哇塞！想说当绿豆怎么会变了个模样？这个是佑佑吗？不可能吧！哇塞，我是今天的小帮手。哎，不是佑佑，你是经过还是？我经过啊。所以你到底就走了吗？对啊，我到底就走，我就真的拿个东西来，然后给你们做个员工餐。真的，耶！小心，好开心。哎，悠悠，圣诞节你真的一来，你又造成了我们这边的轰动，好棒哦！我没有心情上班了。你等一下进来厨房，我在厨房，你一定要进来的。他会准备员工餐。好，那你先准备员工餐。悠悠比你帅，哎，啊，开玩笑的啦。悠悠比我帅，我知道，我们认识很久了，我知道。不要刁我，温柔。我不会刁你。好开心哦！今天真的好开心，今天真的好开心哦！真的，今天真的好开心，我突然觉得空气变好好哦！太夸张了吧！一点都不累，太夸张了吧！而且开心，一直下不来，太夸张了吧！有大荧幕感，太夸张了吧！因为上次开店，那个康哥比较开心，康哥在那边看瑶瑶。也是嘛，他就开心。我没有看瑶瑶，我没有。怎么这样？我是看他要不要帮。我是看他要不要帮嘛。你现在是不是燥热？整个给他开。Hello， 我是二号小帮手。我们的店火起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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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哈哈。你终于等到，我突然觉得空气变好冷哦，空气好，今天一点都不累。有没有冰水可以喝？啊，这里有冰水。太积极了，是，你可以喝。太积极了。哎，果果悠悠是你的菜了吧？虽然他，但是他结婚了，可以欣赏而已。但是他进来，我真的超级开心。哎，我们这从以前到现在，小帮手。很少会让我有这么开心，开心吗？真的很开心吗？今天有开心，而且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，他真的很帅。哇，这真的好快，这感觉还是好快。你不要跳，摔下去哎！好不正常的人哦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花枝乱颤，哇，跳得好开哦。哎，现在在我眼中，我觉得叶海伦已经不帅了。哎，你有带礼物来，怎么不早点给我？哦，对啊。哎，哇，哎，他的小总司哦，
我刚刚也这样讲，是不该讲的。我要带礼物了。他的面。哦，你可以顺便不要结巴啊！我煮面给你们吃。这女的。好，我就冷静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我不应该这样掌嘴。对不起，我帮他秀一下。这是我们店里的辣椒酱。哦，酱是哎，果然帮他拿一下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吃这个。美丽酱，我们一定要吃这个。一定要吃这个。它就是美丽酱哎，还有这个面。员工赞赞赞。因为我告诉你，等下员工餐11点吃饭，11点半。好。小朋友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吗？对，我们要捡垃圾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把沙滩上的垃圾给捡掉。好，那这个海洋废弃物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。那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用净滩这个方式来做？是因为沙滩通常会是陆地的一个终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沙滩上面做净滩这件事情，事实上可以很直接的去解决垃圾的其中一小部分。最理想就减少使用，其实才是比较标准的这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垃圾它如果没有被产生出来，那它就不会有机会出现在沙滩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让这件事情成真，我们其实必须做一件事情，不是只有净滩，我们还必须做一个记录。那我们填写完这个数据之后，然后把这些数据做一个统整，提供作为政策推动的基础资料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说净滩之余，我们多加一件事情，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意义。那待会我们会分成三组，三组呢会有三位老师来带领，我是其中一位，那另外还有两位老师来帮忙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就请两位老师，我们分别带开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净滩表格怎么填写。所以可以问一下，请问谁要记录？还是小朋友你们要记录，还是大人们要记录的？你要记录，你要记录吗？你捡垃圾，你帮忙捡啊。这里，我看到了，这个这一罐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一罐对，玻璃罐，保特瓶一，然后鱼线两个。食物包装袋一，对，这边也可以丢，丢这里来。打的小鱼真的是很好，像这种啊，如果你们有办法扛回去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大人两个一起。哦，对啊，放在这边，这样就知道等一下一起拿走。我是把这个倒进去跟这个吗？对对对，你再看一次，这个一失败就完蛋了。你的饮料是什么？我有一个是香蕉奶昔，一个是漂浮摩卡。我的香草奶昔要写给地球英雄们的能量饮，会不会太长？太长了啦，没关系啦。害羞啊！很害羞，你不要这么兴奋，好夸张，灿烂，你好好享受啦，可以啦。对啊，现在怎么感觉大家开始慢慢躲避这个厨房的感觉？不是，看大家躲避什么？刚刚他说他叫我们出来有人陪他，因为他说跟帅哥在同房。我真的很娇羞，因为。看到那个不熟的帅哥，我就是很紧张，而且有一段很长一段的时间，我跟他单独在厨房，因为我虽然背对着他，但我一直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，而且是害羞。但我觉得他很大方，然后他也知道自己很帅，所以他就是很棒，很喜欢。我昨天弄的。昨晚彻夜未眠弄出来，然后我会撒一点椰子丝在上面，你就会闻到一些味道。店长，阿布的香蕉奶昔，我的香蕉，哇，你怎么已经流汗流成这样？兴奋，太兴奋了吧？
我先去外面备那个料。你不想待在厨房啊？厨房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，因为你们有佑佑，就已经没有我了。康哥，康哥，等一下还要麻烦你煎荷包蛋哦，很重要哦，因为是解锁食材，所以一定要用到，所以你今天要煎80颗荷包蛋，80颗哦。我煎荷包蛋真的不强哎，康哥，我可以帮你，蛮强的。好，等一下就是奶油跟黑糖搅一搅，然后搅到变得有点白白的，把它打到有空气进去，就可以来塑形了。没有，然后再加面粉进去跟麦片。好好的。燕麦了，燕麦。沙尼巧克力要做了吗？什么巧克力？哦，是不是忘记了？是完全，它融就可以了。你要再找一个人帮忙分配。对对对，我要那个。鬼鬼应该可以吧？要做什么巧克力？这个百事的巧克力。它搅一搅应该会碎掉啊。不会呢。不会吗？那天不是有打烂的机器吗？你要打烂吗？好啊，打烂。打烂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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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。哇，你这个厨房像你妈套你妈说的一句，你要人用过床，就稍微炸过一样，炸过。还好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哎，人帅做什么都很努力在那边。今天他在我心中第二帅而已，那还是帅啊。我什么型都可以。我们今天选择好多，好开心哦。那你今天莎莎，你今天第一帅是谁？也不是他吧？说实话哦，我并列。哇塞，好会讲话哦，莎莎。嗯，好，好吧，好吧。是吧？你被喷脸哎！可以帮我处理一下。哦，怪啊。你这些卖啊吼，对哦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？怎么一直哔哔叫啊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正常。你的说明书嘞？没有说明书。嗯。它那个 LL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温度太低还是怎样？可是他现在是跳故障灯哎！啊，你等一下我的肌肉，他感觉好像要爆炸了。啊，你该不会连双麒麟机也可以让它爆炸吧？你好，双麒麟好了吗？嗨，你好，我是元浩。我遇到一个状况，现在机器啊，它变成一直哔哔哔哎！你看一下，它现在显示这个荧幕现在是 LL 啊。到 L， 那个机器关掉，机器关掉，它右下有一个开关。右下，哦，把它 off 掉，好 ，OK。因为它应该是你的冰淇淋太硬了。哦，现在太硬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三分钟之后再打开看，它会不会再叫你。哦 ，OK OK， 好，好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再试试看，谢谢。好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刚 stand by 好了，然后现在又跳 LL。Hello， 你的机器现在出现红色的荧幕，对不对？对，请你先把它关掉，然后关掉了，开，关掉，打开了，对。OK， 按第三颗制作冰淇淋。好，我按了。那现在请你打开盖子给我看一下。OK， 又没有什么问题。
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成功了，好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拜拜 ，OK， 耶，终于成功，嗯，你上面还会加甜的东西吗？对，好像不够甜嘞，不够甜，对，这样怪怪的。嗯，不够甜。那你那一罐那个要多加吧，因为那罐是有糖的。那很不甜的冰淇淋好怪。哎，我们的双晶莹是没救了。哇，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？十一点半了哎。啊？又十一点半了。十一点半了。对，好快哦。那我们员工餐大家两点再吃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因为我们十二点就要开始去进，他们进餐的人就会过来了。十二点半吧。康哥，你洋葱要赶快切。有有有，香肠也要切丁哎。好好好。浩蛋，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我剩二十几颗就煎好了。哇，这嘎进去，这一盆会满到爆炸哎。对，等一下我用饭的那个不能嘎了，给我。哎，怎么都失败了？因为我第一次弄，好像你看它这个都有空气啊。OK 吗？嗯，不 OK。哇，好吵啊！好吵啊！奇怪，今天时间怎么这么赶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时间怎么过这么快？好，等一下吃饭饭了。我们是真的有时间吃饭吗？你流汗了哎！不是，我们有时间吃饭吗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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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我们都是用部队吃饭的方式，对，吃这十分钟嘛。一讲到有时间吃饭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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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多有。空缺的人吗？我可以帮你了，你要干嘛？这我来，你去帮他铺要不要？你要干嘛？我要捏饼干了。好，很简单，你看哦。点点小公主又出现了，好久不见呢，哇，令人怀念的画面，哇，我回忆一下上辈子的画面，哦，点点当当，哇，店长都弄在一起，被亏。真的是那天瑶瑶来也没跟我在一起啊。你们不是很忙吗？还在那干活？我们这样过来一堆，快不起来的忙。我操！你香肠地狱。店长，你可以帮我一件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这样。就是以后有这种菜单里面有香肠这件事，帮我删。饼干来了。杀！用计时器计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好就出来了。好，175度，十五分钟。哎，哪一个？这个。啊，开始的，开始，好，开始。你昨天摩卡有试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我是真的是擦那个冰淇淋才知道味道。你喝，吸一口。嗯，我
觉得很好喝。嗯，对了，对了。哇，这飘不起来吧？啊，那是什么？那不行啊！你那个是要用冰淇淋吧？这无法飘，飘不起来。我觉得你那个只能用冰淇淋。哎，你应该是要用挖的啊！如果用挖的一球这样就可以了。妈呀，怎么浮不起来？它根本飘不起来啊！不可能，它那个不会飘的。飘起来吗？我只能用这个挖了。哦，不然我们那个双麒麟啊，如果有小朋友，我们就送给他一只。对啊，我也在想这个事情。OK。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？你做完事了吗？我现在就煎肉而已。你刚是不是想吃？先煮面给你吃。不是，你刚刚应该他希望的回答是我没事了。那你现在过来帮我弄什么？但你啊，你先做你的事。没有，你要我做什么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不要答应他，你先不要，你先弄你的。我开玩笑，我听听。要做什么？你不仅听听，不能听听。你这样，你先做好你的不用公餐，你先不要理他。鬼鬼没关系啊，你就这样保护帅哥啊。店长这样就保护帅哥啊，反正算了啦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啦。哇塞，好了，没事啊，为了你争风吃醋，我已经习惯了啦。哎，我在这边煎，你 OK 哈？没事。哦，店长黏在男神身边呢，做巧克力，想要送他巧克力哦。哎，这个奶油是你们还要的吗？你要用也可以。我不用，不是还要吗？给我，要给我。要。哦，讲话这么温柔，你要用可以。跟我们讲话就我要用啊，你干嘛来弄我这东西？屁啦！啊，你也算是男神啊！你以前你看，你以前的 MV 多帅，你不要吃醋嘛。我没有吃醋啊。上次你们也是笑得很开心，换我们笑了吧？我们人要认命，相遇就到了。耗子85乘以五是多少？什么东西？85乘5是多少？425。425。16，然后再讲。把你拍一张。要你的手机。不用。难得同框。不用啊，你不要。你不要，你很闲哈。难得，没有，我在洗碗。我们还有一颗蛋吗？啊，不够。加油加油！哇，太好了。哇哦。这要是我就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。不用，先不用。那你要说？我都不用，我只要呼吸同一个空气就好。姐，你刚刚是在娇嗔吗？哇，你看很强，你自己看，哇，这个很好看，很强哎，你自己看看，哇，哇，这员工餐，哇，这是最高级的员工餐，我好像在日本哦，好帅，高级的员工餐。
谢。哎，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吃饭哦。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我主持外景那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，你也是吧？哭哭，都站着先炸。这生蛋好舒服。我们有被善待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敢把葱跟洋葱吃到嘴巴里。哇塞，这个是不是很难过？快吐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盐葱真的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因为我刚刚又加了两把。嗯，这个盐葱我真的要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请问那一碗是什么？你要给我们吃的吗？对，你可以吃吃看。等一下那个客人要吃的。店长，你可以帮我用这个跟这个两个评比一下。哎呦，这个跟这个，对。哎呦，有比啊，你说两个要比一下，对不对？快啦，比一下啦。有人认真的，各位。想听店长的声音。它这个比较日式，你这是比较台式，这样没有办法比，它是都好吃。那我问你，他们两个谁比较帅？他。我以为你会做一点面子。哎，他们三个谁比较帅？哇塞！啊，本来心目中的第三名。请选择。我一吃完，我不知道。第三名，鬼鬼心中的第一名是。第二名怎么跳过？第二名。那你第一名选完，不就知道第二名是谁了？好，第一名，请选择。哦哦。陈亮，我去看饼干。他还是比较熟啦。我就喜欢比较熟的。这个就是在熟的。没有，他在荧光幕前久坐。先放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哦！一二三，往下来。耶，拍手！耶，嗨翻！会不会累？耶，好，加油！那我们继续回去。一二三，这个应该比小朋友轻吧？没有，没有。现在我们要称重，3.85，称完就放旁边才不会搞混了哈。4.55，哇，越来越重了，4.55，4.75，哇哦。那麻烦这边统计一下那边的数字，就是各个数量跟50，50哦。好，你有说总重吗？99.2公斤，哇，还不错，完全快100公斤的乐色，就是加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大概是五个小朋友的重量。印象中你们觉得垃圾最多的是什么？鞋子。玻璃跟保特瓶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没有是你觉得比较多的？鞋子、打火机。有些东西好思考，比如说刚刚的玻璃瓶，你们觉得为什么它会很容易出现在这边？在这里喝酒。很好，那为什么它要在这里喝？为什么它不回家里喝？你们觉得为什么？看海。看海很好，因为它心情不好，所以一边看海一边喝酒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有可能了，有可能了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这个数据我们会帮大家传到 ICC 数据的地方。那这个数据其实会跟国际的数据同步，也就是说各位今天登记的这个东西，事实上在国际资料库里面是有它的贡献在，我们占它的那个比重在。好，所以至少我们帮沙滩做了一点点好事，这样好。沿着这边放啊，不要超过石头就好。哎，对。啊，我们知道这样。放下好。谁放下？哇！拍手。耶！好吧。
苦了。哎，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走走，跟我走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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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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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备战备战。嗨，你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店名叫做财城那里。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好哦，那我这边先帮你们点餐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有小朋友的可以先坐啊，我叫到名字再点餐。请问何小姐是？那你们先点，我们就是饮料二选一，然后你跟我讲一号、二号，然后餐点是四选一，那就二号、二号三个，好，两个一号，好。来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先来消毒手，好不好？来，手伸不伸？啾啾，啾啾，啾啾，你看到没？啾。那你们刚刚有去进摊吗？对哦，你有捡垃圾吗？有捡到吗？有没有捡好多？真的，捡到一个超大的柜子。捡到满。太厉害了。有捡就很棒。小心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这里你往旁边一点。不能超过这条线。不能超过这条线哦。哇，我觉得你要帮他，因为他还要拿环保杯。这是三个，但你可能要帮我等一下哦。好，饮料杯。哎呦，然后这一罐厉害哦，你卡跳哦，哇塞！哎，来第一组，各二，各二对。对。菜单在哪里？什么东西各二？康哥，这个你这边我跟你讲，你一个炒饭，炒饭两个，那个炖饭两个。有了、啊、这里啊，你还挖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这边还在弄。那个烤啊，把布嘞。然后，你的饼好好叫我哈。好。我刚刚有一个把布在这里不见了。刚才去哪里了？被收走了。好像被我拿去里面了。你说拿进来里面？对。有什么要找什么？当时我的把布。把布在这里有吗？当时这里有吗？阿布是哪一种哈、啊？我有点好像是塑胶哎。那你们有喝的吗？对，喝的。没有。那我们给你我们的环保杯。哎，果龟。谁叫我？果龟，果龟。你叫我。果龟，你可不可以分六个一次，六个一次？你这样做人来太多，我们根本没办法消耗。你现在全部二十个点完，我也做不出来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现在把它点完了，你就一个出我送一个出。那你有排编号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有号码的。就第一组、第二组。那、啊、要辣不辣？我们可以放一个桌子，请他们自己。我们把酱放那边，然后让他们自己加。那你跟他们讲一下。那这个给你。Ice cream. 哎，我帮你大这个最大数字是顺序哦，一二，然后这是香蕉奶昔三，你们这三个不要，因为就真的只有一张。那这个是？不，你们就装你们的量就好。我刚跟他说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什么要装什么哎。那你就都装了，然后我再跟他们讲。所以他们是一样的。对，因为没有说不知道谁是谁的。不是你帮我问一下。这一个的主人他点的是什么？那其他这个既然是一样，我们就没有差。对对，但这个好不好？帮我问一下这个主人。哎，请问你这个你是点什么？我帮你装。奶昔，好。来，我改。这个装奶昔。好。你决定你要脱吗？
我脚很痛。看这什么？可以去看一下镜头。好，可以摸镜头，不可以摸。可以看，不能摸。但是我没有。还有一个。小姐。发配武器的声音。什么？没有声音啊？哪里有声音？我怕你会拍我。不会啊，谁会怕你？改名字的，财城那里，好可爱哦，财城那里。你说店名吗？对，他们店名叫财城那里。哦，财城那里。掐线。对。他不是叫那个什么小白屋？白屋。那个海边那栋白屋，海边一栋白屋。你看这样会不会太早？还好。可以吗？好掉了，你看。这是炖饭，康哥，康哥，这是炒饭，康哥，哎，那个麻油上面还有一个蛋，啊？对，是炒饭，谢谢，手不好意思。哎，这边有酱，这里有杨妈妈的辣酱，杨妈妈辣酱拿出来，对，好，杨妈妈的辣酱，现在有妥妈跟杨妈的辣酱，妥妈跟杨妈的。两个香蕉好了，鬼鬼，这是两个香蕉，英雄的能量饮，还有一个，哎，谢谢。我要做那个漂浮喽。好，那我就负责做香蕉。好，陈先生这边是各一哦。我压这个就是他们，陈先生。刚出了两个香蕉奶昔，然后这个是这个第一单我在出，然后你现在是出第二单的这个嘛？香蕉奶昔三个，曾小姐有三个哦，你送了吗？三个。哦，三个。曾小姐，曾小姐先一个。好，曾小姐。你们哦，谢谢。这个杯子，鬼鬼，店长，店长，对，这个第一单的杯子是哪一些啊？这个，第一单的呢？第一单的是这个，还有刚那个好几个杯子啊。第一单的两个一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两个一我出去了啊，还有三个呢。那个杯子我装刚刚哎哦。等一下，你装错了。啊？你是不是装错了？你是不是装过出去了？对，你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吗？有三个一样，他们有三个是一样。你那个是什么？你先给我。这个是香蕉奶，是要装香蕉奶昔。对。等一下，我出去看一下，没事没事。我们每个人的环保杯都是一样，所以我说要协调啊，你们不能这样子拿进来就当没事啊。等一下，好吧，我们先。还是我去帮忙这边也可以啊，带你去好不好？我去帮忙这边，好不好？我看他们那边怎么弄。OK， 好。你们刚刚这个是哎，这边上了一个。两个，嗯，对，然后你们刚刚还有一个钢杯跟一个什么？这杯好像是我的，我放在这里。曾小姐，这杯是香蕉吗？对，我这边这是第一窗的客人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已经上了两个香蕉了，对不对？还差三个摩卡嘛。嗯。那请问三个摩卡的杯子也是？你们是有个钢小短钢杯，对不对？有一个，然后有三，那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啊？喝吗？没喝。刚刚我们这个装的。对，这是他们的嘛？刚刚我给你五个。对对对对。你的是环保杯，没有，我的都没有带杯子。所以这个，对，那个是第一单的。怎么样？我想你跟
我觉得中间你要跟他沟通完再进来。那另外那个大的可以装漂浮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送你一根香蕉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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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阿布，他说大的可以装漂浮，这个可以装漂浮。所以这样就没关系，我先把钢杯，我先把这个钢杯收出去，这是第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先第一单出去之后，这个是要去后面拿环保杯。有吧？有杯，三个环保杯的，对不对？三个都是香蕉奶昔，香蕉奶昔。好，因为我刚误会，就是说以为今天所有环保杯都是一样，没有，不一样，装了。所以等一下，我跟你要记得杯子。阿布，我跟你讲，你说你现在。我们把单子放在那边，你开始做这张单子就跟我们讲。好，然后所有的杯子放这边，不然他们这边现在很乱。那你帮我顾杯子，那你帮我写环保杯三个，这个环保杯。因为他们那边没有空间，就一直手抄了，懂？这边有一个男，好了，去送吧。有一个人点奶奶，不知道是谁。在那边五号有打工。帮我看这镜子，你看那张单是什么？陈先生。这是一个饼，两个饭。好，那这个菜是你的。谢谢。店长，我问你哦，我现在问你哦，曾小姐一号点三杯，这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单子。他第二个罐，对，他只剩饮料。所以这个就是三号，这个是二号，对不对？这是二号单，这是三号单嘛，对不对？店长，你单子要给我，是给了，是给了，我刚给了，因为刚一杀一出，我给了，我打工。第一单的。好，小旭，超满的，谢谢。陈先生，超漂浮。你先放下来看。哇！好，这样，好。好，然后这里。你们是在考验技术吗？漂浮咖啡，这里啊。你放着吧。下次可以准备大一点的环保杯吗？我们想做环保。这个是二号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二号的香蕉奶昔，还差一杯。二号香蕉奶昔是这个嘛？对不 对, 对？这个嘛，曾小姐 是曾小姐，谢谢。好，曾小姐。所以你现在做了第二单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做这一个香蕉奶昔的二号的，它有三个，我做了两个，现在还差一个。好，你先把做二号做完，你等我。好，曾小姐，来你的香蕉奶昔，还有一杯，稍等一下哦。谢谢。好。好，这个一号单的。一号单帮我出一下。一号单是谁啊？一号单是这个对不对？何小姐对不对？何小姐，那走单了吗？没了对不对？啊，走单了。好，已经上了两个香蕉了，对不对？还差三个摩卡嘛。刚刚我这个装奶昔，这是他们的嘛？刚刚我给你五个。杯是奶昔吗？他走错了吧？你是这个啊？那个杯子已经做香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香蕉啊。那你那个嘞？香蕉啊，三个都香蕉。三个都香蕉。对，阿公，阿伯，你跟你说做错了吗？哦，做错了，感觉很慢。我也是哎，怎么办？那我吃你好吗？好啦，好。好吃哎，特别甜的，特别甜的。有啦，他很认真的在装饭饭了。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那边有人还没点，你帮我跟他说不好意思，请他们上。还有几组没？还有两组没？两组。李小姐吗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哦。不好意思。我们的特色就是比较慢。对，是我们特色。那你们看一下。我们还没点餐，对不对？再给我们一下下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样流程比较。再加油！加油！对孩子，小帅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你为什么不吃饭？在吃奶嘴？奶嘴可以给我吃一口吗？里面在忙啊。何小姐，第二单你要走完了吗？
我最后一个。第二个而已。第三个。第三个。那我先走了。走。这里很危险，还是你在里面坐着看，好不好？三号单。三号单来。三号单有杯子哦，这边有杯子。一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四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四、五，你能不能够直接做五杯香蕉牛奶？好，好，直接做五杯香蕉牛奶。所以五杯就是十根香蕉。嗨，大根，大根，大根，来，这一串来给你。哟，你现在是出第几单啊？我的下一单，反正你们听我的。好，我说做几杯，你们就给我几杯这样。啊，我这边画单，挺好的。画单，所以我只要专心做我的摩卡就好。对对对，专心做你的摩卡就好了。摩卡一二，总共两杯，总共两杯。因为我们有环保杯的数量问题，然后一来可能一个群体就是大概五六个人，没有固定的容器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点困扰。但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被统整到这件事情，就会很可怕。好险他及时介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做什么就好了。今天悠悠，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将军一样，然后他站在这边发号施令，不用说什么，就是给我五杯这样子。听到这个指令以后，我就觉得好清楚，我只要专心做好这一件事情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吧台觉得自己非常的优雅。今天有一个问题是，所有的人都是带自己的餐具跟杯子来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搞清楚有多少杯子不够用，要用到我们的杯子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搞清楚的。那这东西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混乱，所以我后来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分开，然后让阿布啊跟浩子可以比较清楚知道现在要做什么，然后我来帮他们分那些餐具就好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可以先给他填的嘛，因为怕冰块那个冰会融化。啊，陈小姐，陈小姐，这个先给你们，谢谢。肚子饿了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我在这边直接帮你们点好了。这是，这是，哎，等一下哦，这是你们的吗？这个是你们的盒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一个炒饭，一个炖饭。店长，陈先生，你们的。谢谢。然后这个是他付的这个小饼干。谢谢。新的工具。你一个人带三个小孩？这三个都你的。钦佩，钦佩。好吃吗？我帮你推荐一下。你们吃完这盒，我先收起来。不要吃啊！再给我吃一口吗？爸爸给妈妈吃。那爸爸怎么办？他不能吃吗？你们吃没关系。谁来吃这个炒饭？哇，冰淇淋！被哥哥吃完了。哇！哇！妹妹一口都没吃到。你很饿对不对？他还要继续吃那个，好啊，吃完吃完。来，李小姐在哪里？嗨，谢谢。一个饼，好快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蛮快的。好的，我们开始。哇，好多，超多的哎。可以，好，先这边。他的那个。哎，我要奖品哦。那有没有做过来？我右边的大饭蛮力的，哎，觉得可以。而且它香肠很多，超多哎！它香肠给很多哎，你看，嗯，看不到，直接倒掉。手发抖，是手抖，手抖不是手套。拿不起来，落掉。没有，这个是刚刚那个五六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五六的。
好，那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我们的净滩。台湾净滩少说也二三十年，那你会发现我们在海滩好像我不管哪一年办，我都有垃圾可以让大家捡，是不是我们以前都白捡了？其实也不是这样，我们当然净滩可以直接做到沙滩上面的清洁，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必要的，而且肯定要做的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可能让这件事情它产生更大的后续的效益，我们要记录跟统计这些垃圾的数量。好，所以我们三位伙伴等一下会一起协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。有饼干，小朋友可以吃，谢谢。请问谁是许淑瑞啊？你们喊右，你们喊右，给你右，谢谢。请问谁喜欢 Elsa 啊？哦，也是你。谢谢。好，袋子给你们，谢谢。謝謝。这是双胞胎吗？差一岁。差一岁，差两岁。你两岁。厉害！我五十四岁，棒不棒？傻眼！你们有吃饱吗？他们还在慢慢的吃。哦，他们有喜欢吃双麒麟吗？有吗？他们再多吃一点饭，再给。吃完双麒麟就有双麒麟，要不要？刚刚一直看那个蛋，想吃蛋。好，我给他一个。哎，你过来，你把你的碗拿过来，我拿给你。两岁的过来。Mr. 两岁，哎，不可以摸那边，那边很烫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No， 你过来。去那边。对，那个很烫，来，过来这边。那我给你带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给你了，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姐姐前面掀衣服好吗？你说好吃，对不对？康哥，你现在是在帮忙喂饭。妈妈一个人带三个小孩，啊，好辛苦哦。不可以走，坐好。妈妈带哥哥去上厕所，你要上厕所吗？你要上厕所？你确定？你要不要上厕所？不要。那我们赶快吃饭好不好？男生，你会挤双麒麟吗？挤得可好，我不会。你们拒绝？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我不会。还是用那个玻璃碗挤，螺旋状，这都戴小姐的吧？对。可以。可以，就这样，三个，给我三个，然后帮我给前面那个弟弟对不对？对，那个五个人。哎，可以。我们请我们的男神挤给你，再挤了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是你们的对不对？还差最后一杯，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哥哥，谢谢，你们有看电视吗？有。那你们最喜欢谁？最喜欢谁？你有喜欢我吗？有，他刚说你是旧的，你是旧的，我是旧的，就是原来一直都有的那个。OK， 我被说是旧的 ，OK。你要跟鬼鬼说什么？你想要看鬼鬼吗？你想看我？对，你害羞。对，他害羞。鬼鬼，我好喜欢你。鬼鬼吗？他们长很漂亮。卡！你看他，全部人都说他很漂亮啊。知道鬼鬼是哪一个吗？虾虾漂亮吗？他在里面煮饭，你有在看吗？突然间，害羞。
吗？那亲我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害羞。亲我一下。躲着吃饼干，嗯，对不对？我哥哥会看我。这里。好喝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这一季怎么拍照是还在拍现在？拍什么？好了。喝完最好吃吧，等等。好喝吗？赞！你说赞赞赞，赞赞赞赞赞！啊，你们赞赞赞，赞赞赞赞赞。那还有吗？真的、喔。你要遗言，你刚说赞赞赞，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。什么？啊，来吃饭啊！我刚才在冰淇淋倒下来，我不是很舒服，这个你吃。那个倒下来，我不喜欢。的冰淇淋，不要，男神，男神也会倒下来。啊，倒倒。剪。好了，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喝的啊，你要喝吗？这是那个豆黑，哎，谢谢。好，你们自己吃吧。嗨，嗨。哎，这个是谁的盖子？许小姐的盖子啊，店长。戴小姐，许小姐的盖子，你放在这边，我拿出来。你们这个是那个黑豆豆浆的双起林，然后是姚元浩自己尬的。来，这个给你们，谢谢。摩卡味道可以吗？那个燕麦饼干很好吃，可以吃。嗯，摩卡可以吗？谢谢。有请男神四个双起林。你们双起林好热销哦。我们就叫男神双麒麟。都倒下去了啦，算了啦，就这样的啦。那你先，我先把这两个上好，不然它出去就会融化了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不要倒不要倒。夹。夹。好，那就你都要倒，都一样。OK 的，一脚一。都要倒是不是？对，都倒的吧。我想也想来举举看，好倒。怎么不倒呢？你可以之后每一集都来吗？好，常驻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我那一天还可以睡一个人。耶耶，第一批结束，棒棒。先打了，耶耶，哎，过一半，过一半了，哎，要下班了，哎，回家你要看他，你刚不是说要找他，啊，你可以抱他，还是你要亲他一下？你蹲下来啊，你来，你去亲他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亲他一下，谢谢。你要亲一下我吗？好不好？为什么笑成这样？好可爱啊！要不要亲一下？快点啊！还是我亲你？你要吃冰淇淋？他强吻你喽！他超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强吻他，超开心的。因为我刚刚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直接甩掉，然后就往你这边走过来。你要不要喝一杯咖啡？我请你喝咖啡好不好？他要找店长。等一下，你们吃完之后，我就给你一包。来，两岁来，快点哦！要不要考虑一下哦？我先去那边看那个小朋友没有吃完呢。那边如果小朋友吃完，就拿走了。没有，他们要先吃完呐。这边小朋友吃完了吗？哇！哇，你好棒哦，你快吃完了。快吃完了。那你们两个可以得到一包巧克力豆豆。哇！冰淇淋。哇！你们吃完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怎么做？你们有冰淇淋机吗？有冰淇淋机。哦。然后黑豆下去这样。然后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但是等一下我请他专门人来替你解说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冰淇淋是什么冰淇淋？黑豆，黑豆吗？黑豆香草。我们是黑豆浆冰淇淋。黑豆豆浆？不是黑豆浆，不是黑豆豆浆。不是黑豆浆跟黑豆豆浆其实是一样的。不一样。怎样不一样？黑豆浆是用黑豆磨成的豆浆，黑豆豆浆是两个东西，是黑豆加豆浆。
这样子你懂吗？黑豆浆，因为豆浆是黄豆磨出来的，叫豆浆。对。黑豆是另外一个产品，但黑豆浆是就只有用黑豆磨出来的，叫黑豆浆。那是不是都是浆结尾？黑豆豆浆里面有黄豆，黑豆浆里面没有黄豆，这样懂吗？哦，我懂，就是黑豆豆浆。你弟弟发型好可爱，你们两个都一样。淘汰狼发型。淘汰狼。那叔叔是什么发型？光头。我这是平头，没有头发这是光头弟弟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有啊，有点。但你是帅的光头。不是光头，是平头。妈妈。我错。嗨。喜欢吗？我们今天餐点好吃哦。真的好吃。哦。你说什么？那是叔叔打的，谢谢。好棒，你是我。你为什么感觉我加一个东西啊？加什么东西？那个有一个白色的。那个叫椰丝。因为那个椰丝啊，就是因为它会沉在下面，所以如果你喝到最后面，然后大量椰丝会有点苦。哦，太多的。会有一点点苦味出来。哦，我说我主管他就说要叫，就说不要。主管，我再帮主管出来，让主管出来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处理啊。请主管来。客户有看。他们想要主管出来。啊，想要主管出来。点播。等一下。来点他。主管。哎，有人客诉哎。谁？他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来。这边。你讲。怎么了？很棒哎。啊？哎。我来就很苦，他来就很棒，很苦。其实我们主要是想叫主管出来。那我不要在这边碍事。主管。飞楼。有谁想要飞高高？这边可以找姚元乐哥哥飞高高。走啊，飞高高！哇！谁要飞高高？去找姚元浩哥哥。这个也可以，你去找他，我抱不动你。去排队，去找姚元浩哥哥，快点，上课。哇，这个要飞高高，这个。来，好来喽。三。哦，飞高高哦。哦，这个有点难哦。哇。好来喽。你小心哦，一起吧，加油啊，要跳，加油，加油，二三，我得到，我得到，哇！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希望我们的那个餐点有让你们满意哈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在这边，我们一起来一张合照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比嗨，好不好？好，嗨，大家一起嗨嗨。这么多垃圾，你看看。欢迎光临，来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嗨，你们好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哇。
你压力很大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我不是想说要有活力吗？趁机大吼大叫。他这压力很大哎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。哦，跟你们说一下，今天那个就是我们麻油鸡饭目前没有。好。然后我觉得香肠炒饭不错，可以先点。那如果你们有想吃面的话，我们有幼幼的面这样。来，请问各位洗好手了吗？来，我们来消毒，谢谢。你们这是住这边吗？高雄，特地过来参加。对，对。你们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捡到什么怪东西？铁桶哦，铁片哦，铁片。嗯，有捡到玻璃吗？应该有吧，蛮多的。摩卡一个奶昔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太可惜了。我送的。好，你送的那也可以。好哦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慢用哦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它漂亮，好好，可能，然后给他拍照了，就是没有手机。你可以放上来拍一下，然后叫照片给你好了。真的这样子。你回家看的时候看到之后就在拍。我只能拿照片给我。对。来，摩卡。香蕉奶昔，谢谢。来，来再割二哦。再割二，好。再割二，好。对。请支援香蕉。谢谢。赖先生。来，我帮你送去。你在哪里？你坐哪里？香哎，把他们去找的花生，花生粉，白白用好不好？你闻看有没有好香，好吗？给他吃一下，好吃吗？很要是不是？甜甜的，哎，有米香哎，对，有米香，甜甜的哈，嗯，好吃，好香吗？好香，哎，真好吃哎，香蕉薄饼。那可不可以不要插在下面，直接用那个吸管上面喝？你说直接这样喝吗？直接喝上面冰淇淋。喝不到好不好？吃不到。可以啊。哎，可以。而且它里面是没有，它是用冰淇淋的甜，它里面下面是没有加糖的，就这样很刚好。好吃。这可以吸吗？可以吧。应该吸不起啊，吸不起来。不要吸管吗？饼干吸管没有了。好，要过去。是吗？对。你看。吸。吸不起啊。我吸看。饼干你们吸得起来？你们巧克力。对啊。哎，我吸起来了。快一点。来，先给来一个这个。放上面就好。谢谢。然后我香蕉要。四五六七八，八个香蕉。现在有熟炒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很顺。对，我以前在饭店打工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开始熟炒，我就会躲去厕所，跟主管说我肚子痛，然后去厕所。都熟炒，你还躲起来？哇塞，超好玩的，就外面已经熟炒成这样，我在厕所这样偷睡觉，偷睡。那你其他的伙伴？好像第二次就被抓包了，第二次就被我领班抓包，每次手上还都跑去厕所，被发现，这个是欠你的，对，谢先生，好，
你是现在只有点餐，没有要帮我送东西的意思？没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快有吗？对，我快有有，但因为我刚你不要移动我的这个，你就这样子放往那边。生气，男神生气了，生气了。Sorry， 男神不忍了。这个面是那个杨佑宁，杨佑宁他们家里也是一个餐厅，对，叫圆锅。然后他们自己就是有在做餐食。你现在做的那个是六，是哪一桌的六？这个。哦，庄先生的六。是不是？他也是有六。没有啊，这边你刚从哪里拿的？没有六。玩玩。这都五啊。玩。是。是五啊，五一啊。那五啊。我请他吃一个六。好，那你再做一个五。好。你再做两个五。好，庄先生，我跟你说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。这个请你吃好吧，因为他做错，那他现在再做另外一份给你。好哦，现在饮料已经出完了，就剩一杯而已，就剩阿布这边一杯就没了，对，就没了。睡哦，睡哦，结束。哎，优雅呢，真的很优雅，很优雅。他好有组织能力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平常做事就这么清楚？没有，我以前真的打工，真的在餐厅打工，真的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真的啊，我要跟差一个小熊，我要跟内场的师傅说，我要差几个面，差几个，所以你要自己去统计，然后跟他讲说，你今晚好我五的点。对对对，不然我跟你讲会被骂，会被里面吃完，你再骂就是一直骂。而且你就叫他说，你现在一次做五份就对。对，麦罗说，对，听我的，很屌，很屌，很屌。你们是不是没地方放了？我帮你有吗？有吗？哎，刚刚已经有一杯了吗？对啊。哎，那你等我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哎。不会。好。对，我们第二 round 都出完了。第二 round 都出完了。是吗？那这样就可以去坐高铁了。人家刚刚是不是说叫我们去倒垃圾？还是有出错的时候？真的吗？对。啊，所以没有那一个熊啊。哎，欧熊哎。欧熊大啦啊。啊。好，大家没有在学坏了，大家没有在这个游戏，有，因为我不能玩得太密集。干！玩得太密集会不会玩太密集？会有心理准备，会坏掉，对对对。但我刚好不想。哎，大家比幼稚啊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参与金坛，很累，对，很满。那一天打，那一天是一po那个讯息，就是说要来参加看看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进过摊。对，我们礼拜一要再去海参馆，对，肯定，因为这个是临时的活动。你应该来，然后直接在那边住两天，然后就不行不行，我们因为我们自营作业啊，哦，所以要回去。今天果断电休，然后。面面哦，要再工作两天，你还要吃面面吗？我们是当天，礼拜三晚上。真的，我们昨天下午才知道。我没想到，我以为不会有小学的小朋友。他是表单写以家庭为优先。我想他是想要做教育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对，下一代教育。所以，妈妈也很开放，可以带他们过，因为今天是上学日。他们今天他们考试考完马上冲来。我们应该专访一下。真的，你其实很想来吧？今天考的，他今天提早去教务处考试。哇，考完直接接，然后就直奔这里。狗龟，狗龟，外面住一下，我去丢垃圾。哎，来了，直接丢上去吧，还是这都是回收的？稍微检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它这个全部都是在沙滩上捡来的。好，我们大部分麻布袋是装可回收的。这边还有这个架子，要帮我上那一台。快来！谢谢。哇塞！怎么会有这个啊？小朋友扛回来的哦。真的？来，接过。小朋友扛过来。好，那我们去其他的地方。OK。好，谢谢啊。去洗个手哦。啊，拉面，
不是在这边煮面，然后现在太阳西晒，超热。而且这不是刚才元浩的工作吗？你已经吃完了，对不对？我刚说是不是要给你一个 ice cream？ 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的冰淇淋可以加酱油。加酱油？你有兴趣试试看那个味道吗？哦，好。它有酱油，加酱油会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味道。嗯。你刚刚有吃了吗？好，你好，谢谢。Okay. 我们来试试看什么味道。好酷哦！很好吃。来，给你。嗯，对，蛮好吃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一个花生汤圆或芝麻汤圆，想要吃的可以跟我们登记，好不好？浩哥，我等一下可以吃一个培根起司吗？你今天有什么功劳吗？Oh my god！ 我们说好要有礼貌运动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浩哥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啊算了。他会难过。浩哥，你要吃什么？做给你吃啊。我想要吃上次那个培根跟起司那个。好了，就是培根很多，起司很多那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谢谢。14碗哦，14碗花生汤圆哦。14碗，一碗两颗的话是24、8，28碗，28颗。也要汤圆是不是？你们要几碗？2碗，这边要2碗。16哦，16碗花生汤圆。16哦，16哦，16哦。大家要附送。16。情绪放在心里，因为有太大声。不是，我们不是应该有那种。哎呀，小巴士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进来，我们里面有人压力比较大一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修掉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修掉，修掉！哎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赶快冰块，冰块！啊！我帮你装一包吧。哦，啊！别别别！哦，我的手差点融化。哦，天哪！来吧，汤圆碗给我。吃汤圆，也好好吃哦，也好好吃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要吃。那你自己在那边，那边你去挖吃一个。你讲我手那个被烫得很严重，我可以。你刚为什么烫到？我可以跟你申请一下那个。我帮你跟合伙人说。你不是说你不是在厨房就是要习惯被烫吗？不是，刚刚是太烫，我刚刚是指纹粘在上面，我不是。可怜啊！怎么了？被烫一烫习惯就好，是你教我的、啊。你好。可以啊，请进。平常我们就是里面坐的时候，这边会有两个桌子，冰淇淋机在那里，然后那是我们的阿伯，他现在在晒太阳。对，今天晒太阳。你真的是坐得很端庄。超像，我们两个人憨物哎，刚刚在那边跟他聊天。亲爱的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帮忙进摊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店到5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集合到那边，我们拍一张团体照哦。小朋友在前面，大人可以在后面。大家拜拜！拜拜！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拜拜！爱护海洋。拜拜！拜拜！
耗子，耗子。哎，小光头，你要来倒酒。小光头，快来，帮手倒一下酒。太快了吧！小帮手，好，那给你一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小帮手。谢谢小帮手，我觉得我今天很谢谢那个营业总，超谢谢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最快乐的时间是我在学生的时候，在外面打工的时间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让我回到那个时间，就是不管在厨房备料啊，还是在外面送菜啊，那些超像以前我在打工的，超开心的。回到青春的时候，超青春，谢谢各位。那有什么批评指教吗？还是不能在这边讲？要耐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要耐心。不管是在内场帮忙，还是在外场，就是一些送餐啊，然后点餐这些事情，让我完全回到那个时间。以前觉得那一段美好时光是回不去了，但现在就是有一天让我回到了那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其实今天真的蛮感谢营业中的。今天算是我觉得还算蛮顺利啦，对不对，康哥？今天还算蛮顺利的。今天这个有做到一点，就是人力的分配哦。嗯，今天人力分配做的比较好一点。真的，真的。好，非常棒。然后今天呢，最开心的就是有做到净滩这件事情。对，好有毅力。然后我们跟那个所有我们的好伙伴们，大家都一起为这边沙滩尽了一份心意。那虽然只是一点小小心意，但是呢，如果大家持续去做，我相信我们的台湾的沙滩会越来越漂亮，积少成多。尤其是像现在，像今天，我觉得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爸爸妈妈都带着小朋友，对，有一种那种传承下去，从小培养了。对，这种教育，小朋友就会觉得他来到海边，就是今天看到垃圾就拿一下，对，就顺手就捡，对，这很重要。还有一件事要呼吁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没有进滩，拜托做到第一件事是，请不要乱丢垃圾，对，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。只要你先做到这个，我们这个海真的会越来越漂亮。因为当然还有洋流什么等等的问题，但是先把自己的心先把自己做好。对，在其他垃圾上面还是要做分类，要收好。对，尤其是出来外面不要随手乱丢垃圾，然后使用环保餐具。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棒的一点，就是大家是拿环保餐具来，其实就减少很多制造垃圾的机会。我们刚刚店里面提供他们用的那个环保杯啊，其实你们在路上都可以拿到，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。对，你可以去那个站到站还，但你可以在家里用完之后，然后再到另外一个站去还，这样。哦，这么棒！那个扫 QR code 就可以做了，很棒。对，太好了，为我们的地球鼓掌！耶！大家今天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大家。夕阳真美，好美哦！啊，真的。爸爸妈妈然后带着小孩一起做这件事情，其中有两个小孩扛了很大的一个，好像是遗嘱这样扛回来，然后最后的噔噔噔噔噔噔，跟他们一起把那个大的那个渔网然后放上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地球笑了。今天也准备了一些，比方说简单的一些午餐啊，然后一些甜点啊，让他们可以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带着小朋友，然后把这种感觉一直传承下去，让小朋友未来也会知道这片大自然是属于我们大家的。然后不管是我们的店家，或是说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店家看到我们这样做，他们会跟他们合作，然后可以让这件事情一直延伸下去。可以在这个活动中尽一点点力量的话，我觉得很好。那也希望能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看到这个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地球只有一个。其实我有一刹那很感动，是第二轮客人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就是我的眼睛看到的是他们都充满着笑容，然后离开我们的店。嗨，伙伴们，财神那里主题日来了，一起迎接可爱的宠物！耶，宠物！钟姐，哎呀！嗨 ！Oh my god！ 家健来了。这箱子好厉害，他叫美美，这是象龟吗？什么意思？直接踩人，踩我！等一下，后面有兔子。我们不想看到兔子。你修行啦，你修行啦。羊驼来了！羊驼，草泥马。好不真实哦！哇，鳄鱼！哇，
被你们臭死了。我觉得以这样下去，我觉得最后会有长颈鹿，我相信我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突然走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太迂回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给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都珍贵。这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晴天，你是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天真无邪，却会让人流泪？还是和那一天一样的沦陷，只是你已经不会在我身边，说了再见但是却再也不见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这裤子是谁的吗？还是刚刚进餐进到裤子掉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嗨，大家辛苦了，再麻烦大家了，谢谢。我们来跟你们辛苦了，打个招呼，谢谢你们。嗨，哇，好多哦！海洋垃圾没会没垃圾捡的，只会捡不完的垃圾，真的，每天来都有新的。现在全世界海洋垃圾都太多，真的。而且这次好多是小小朋友来，真好。Hello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嗨，谢谢。我能边捡边记录，对，酷哦。要边写。等会见哦，我们等会见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，待会见，辛苦了。你们进的如何？等一下就可以吃好吃的了，辛苦你们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都有看，真的？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真的啊？你要跟我说你喜欢我啊？你说我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了。你喜欢我，谢谢。你要不要抱一个？要。先抱一个好不好？抱一个，抱一个。你喜欢我？喜欢。哇，谢谢。好棒哦，跟爸爸妈妈一起来捡垃圾，等一下就可以吃好吃的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店里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要要这个会被剪掉吗？我可以去海边拍一段，就是这种 MV， 然后这样子吗？你先拍我这样一段，你跑，你去远一点。我们要回去送花。